我跟你认识那么久，对，我没有看过你包里面有什么东西，真的吗？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，欢迎参观我的包。哦，哇，好多东西哦，真的很多耶，这个太可爱了吧？这我女儿妹妹的放进去的。我说我今天要去拍照。用头发，然后他就早上他就拿吹风机要刮，就是妈妈一样美美的。对，哎，这什么？刮胡刀吗？对，就是比如说他工作的时候需要小脸哦，对，按摩就按摩的。对，就当然就是我们家的眼线一笔，哎，好用，有咖啡色跟黑的。然后一定有我们的口红跟唇蜜，有时候我如果想要水感一点的妆感，我就只上唇蜜， okay. 因为我们的唇蜜其实非常显色。还有可能眉笔啊、睫毛膏这些必备的。这副太阳眼镜我也有哎，我觉得这副蛮 classic 的，很好看。对，很基本款，然后尤其是没有化妆的时候很方便，那戴上去你看什么都遮住了，好看。对。两只手机哦，啊对，是一个工作的，然后一个对，这个是给小朋友看玩的，哦、对，都是我跟 Angeline 跟儿子的。哦，慕杰，今天谢谢你让我们送你的包哦。对啊，谢谢你们的邀请。Okay, 那你慢慢收喽，我先走了哈。啊啊，拜拜啊，谢谢我的包，我的包。